人王，随便说就老刘德华哟。很认真说，没拿主持人发展。有人。妈，那你妈叫？你别扭的毛讲。哎。老婆。嗯。你妈现在播着啊？有啊，做买了。叶某，选好啊！叶弟某，俺对菜敏感兴趣，俺从来没摸过菜。俺就阿妈就很俺老表，你去吗？这些庙是刀子哦，还看见他嗡嗡煮的呢。还看见他们抢的。你还在嗡嗡煮啊？喂，你哪里啊？做咩啊？阿牛，你个那边也存了。摇摇哎！啊，结果阿妈认那个老表吧，黑么？啷黑哦！阿妈认张那个老表，以前啊，真老实个啵，个老婆前两张个，像个七牛开边，给人家招哩，两张个都顾到阿侬样。哦吼！阿侬啊，阿侬你冇到两多，冇被扯到哦。阿侬嘛唔怕，今日终于没存羊片。哎呦我的妈！